来赶大黑猪去洗澡了。平时被撞一下能吓得跳起来，现在居然这么淡定。这一大坨赖在沙发上是真难搞啊，搬都搬不下来。这一身的肉这个时候真是帮了他大忙了，但凡力气小点都拿他没有办法。太不容易了，终于下来了，非要浪费这么多力气才肯认输来爬浴缸，居然爬这么利索，这5斤肉没白捡啊。